跟你男懂是谁啊 ？Aaron Tan。OK， 你们会问的，为什么我失踪是不是？因为我做工没有时间陪这个人教人玩，什么 Steven Lim， 什么 Gay， 什么 Pussy Cat， 啊，什么 Pussy 啊这种，什么这么男孩子，什么你明天红完红完直播，直播直播，你呢？你呢？我看你跟我打架，阿比林比一千给你，你躲在地下了啊！你不要跟我打，啊！什么你挨一个西北在讲，啊！你怕吗？看 snake bite， 怕吗？怕啦，怕回家啦，对不对？啊！你很闹人是不是？因为你很 A 塞啊，要爸爸呀，去巴沙卖爸爸呀啦！你哪里闹人？这么难叫 video 出来，啊！因为你做 video 你很帅啊，啊！你那个 video 那个脸还那种 gay 这样，什么的 gay 嘛？还是像猪，你有看我在那个 Big Fish 那边啊，那个 video 做一个 video 嘛，啊，我讲你了嘛，我在那个 Big Fish video 也没有讲过了，猪是在 farmer， 不是在 video 啊，为什么只猪在 video 里面？你是白痴是不是？你听不懂华文还是英文？还是你会你英文西北打工？你非你华文？啊，还有什么那个夹鸡排什么挪牙什么什么挪牙贵啊？哈皮鸡排。啊，你跟你妈妈去一起去卖贵，不要这边挪呀挪呀挪呀，可不可以？啊，你们之前也是，无你个代志，你管哪里嘴上面？啊，你卡中奖是不？啊，也是啊，还能从菲律宾讲？啊 ，Go dig your mother ass before you talk to me, before you judge people, OK？ 啊，我跟你讲，我就是跟别人打的，就是不跟你打的，因为我很怕的，我好怕，我不理你啊 ，please。哦，怎么办？啊，怕吗？我跟你讲，哦，你叫那个什么鸟击败了，放地方，我下去找他打。叫那个菲律宾诺放地方，我下去找他打。要是他们答应我，我跟你打 steady 了，不是我怕你。哦，我怕我一拳下去你躲啊，躲地下。不是我怕，我从来没有怕过你。哦，你这个不是耶，我如果我怕一个 gay 啊，不是给人家笑。啊，不是啊！你看啊，我为了你也不敢回家。你看，我在我 staircase 啊睡觉啊，不敢回家，因为了你啊，那比奇怪啊！没有，其实很可怜的，你有没有？懂吗？啊，我跟你讲啊 ，Big Fish， 你去找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代言人什么 ambassadors 啊，找我 steady 的，我按你不 charge 你一毛钱啊！我讲话做到，我在这 video 讲给你 ，OK？ 啊。Steady 的，你看啊，记得我 account， OK， 这就是我，看到好，啊，来找我 ，Steady， 我付个 charge 给你，不用换一毛钱的。给 Steven， 你有你的地方哦，你们北一定给你宰下去的，宰到你没有地，没有饭吃的嘛，我会把你踢到很干，你知道吧？不爽，不爽，打我咯，打我咯，打我咯，这边很痒啊，这边，来，这边打过来，啊。哦，拍视频在 video， 要是你打你 computer， 你 computer 快不搞我事，不找我跟你讲先了，啊，拜拜，啊。我想做个事无人懂的，你们懂吗？为什么你们欺负来欺负我？为什么不可以给我一点 break？为什么？你们喜欢bully那种人 ？That don't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is it? It's not only me don't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Still got other people outside is don't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You know, other people also don't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为什么你们偏偏就是要像我这边 attack 我？就是因为我是 Aaron Tan 是吗？啊？我是想要过一个生活的。每个人有的一个 peaceful 的生活有这么难吗？啊，放你几百几百亿，你每次欺负我，你会拍谁吗？啊，三十多岁欺负我一个十八岁的，大我二十多岁，还不会比我不会想。啊，为什么你们全部都要 go against 我？宝宝，为什么我做的东西？要是如果你们 you are in my shoes，
you're way in my shoes. Okay, you are in my shoes. And everybody treat you in this way, how will you feel? Will you feel sad that everybody go against you? Will you feel sad? I think you will, you know. 我只想要过个正常人要过的生活，知道吗？不是每一天这边听人家骂我狗，骂我狗，还是骂我一大堆不应该骂的话，这边是comment说。Maybe this will be my last video, and 你们会看到我 on this video. I think it's the last one that I will make. Stop bullying me. I want a peaceful life, please. Okay.